阵，看到伊这这而且个画面甲见证。我说本身嘛是跟社团契的委员，有阵个时阵也深深感动伊家家内面所做，即个一切个讲。感谢主，伊今日就是要来甲咱讲，人要安怎来得到上帝怜悯，要安怎来得到领头师。上帝也予伊伫家家个即个时间鼓励帮助姐姐个更深的予因会当重新有一个愿望，甲重新有一个搁再出发的机会。伊拄只要拜个进前，我有听伊咧甲我分享，伊最近伊有要来做一个代志，就是予即个更生人因来出家了后，毋是直接进入社会，真正只进入社会会花一段足歹适应的时间。所以就将福音会当来到底一个农场，所以将咧来筹备，看有甚物款的资源，会当来帮助再跟生人，会当来帮伫即个伫庇护农场的中间，会当来得到一个缓冲，搁互因会当出来到底社会，伊所做遮工实在是个水的事，所以伊伫去年吼，总统吼签署颁发伊的续签奖。这是因为更深的施工里面上盖管的荣誉吼，也将一层一层荣誉归给上帝。好，来来听，不然够较精彩啦。来见证上上热烈欢声来，欢迎张一哲弟兄。老师，各位同学，感谢各位。感謝上帝，今仔日會當來甲民族路教會甲牧師中正正兄姐來分享上帝的救恩。伫分享的代志，就是咱做伙同心做祈祷。是阮里面听了阿爸的上帝，今日感谢了你，感谢你的里面哦，今日再一次来到你所设的教会民族路教会来见证，悲上帝的圣名。感恩，今日献上感谢甲祈祷，也恳求父上帝，伊来监察今日所讲的荣耀，拢是咧归乎父上帝的旨意。也将这个平安甲稳定，收束伫伊做教会牧师中正正人姊妹的顶面。我相信讲你安怎会怜悯今日？我相信伫在座这兄弟，伊不管带着啥物心情来到伊的圣殿。我相信伊有缘要将这个稳定施落伫正兄弟姊妹顶面。今日恭敬将着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伊落尾，仰望伫你的心情当中，我咱的同心祈祷，拢是靠主圣名。阿门。感谢上帝，今仔日会当来到遮，甲牧师恭敬正兄弟姊妹来分享着悲伤的伊的救赎。拄呾早来到教会的时阵，这是一个充满信心、充满的心所。阿门。当来到遮的时阵，看到牧师为我所写遮的文字的见证，我搁再一次流泪，我的目屎。我感觉，搁看一道，我搁一道会激动。我感觉我这款人是安怎上帝要安尼怜悯我？伫这个文字的时间当中，搁再一次，搁予我过于更新。我永远我是一个更新的，不管我搁做甲安怎，我还有一个更新的心，我袂当骄傲。这所有的一切全部拢是上帝予我的，不是我靠我家己有法度去努力去。感謝上帝，我有敬信的心。在牧師備班這些文字，我生活在我出世的民國60幾年出世的，在那個年間，家裡沒健全，是上建設的事情。因為我小孩，我的老爸老母離婚，
比较我是一个伫无健全的家庭成长，伫当在啊，伊在小讲，我会感觉面仔上在问问我，也是在起笑。比较我细汉的时阵，就拢用暴力去咧处理代志。我唔惊，我唔愿人讲，我惊人讲，我会惊人讲，哎，恁老爸老母离婚，你伫即个环境下，我会惊人去讲。比较。伫国考我三年的时阵，就自我放弃，食薰做歹代。老爸一了，老爸带四个囡仔，迄阵袂爱人管教，毋知伊会辛苦，会感觉讲啊，我着安尼啊，恁是大人造成我安尼，恁敢有啥物尊严来管？对教一直做歹，到伫国考六年的时阵，啊，因为。在迄几冬的时阵，就养成这个暴力的惯性。在国校内底也参加百家族，啊，在百家族的当中，佫有更加佫较大的势力。什么代志就敢做，什么款的代志，就敢去做。因为在迄个所在去得到迄个训练，也人的一生。在迄阵会感觉着讲啊，我可能一世人就是拢安尼过，靠着教，靠着伫庙会迄个训练，啊，靠着威书，就安尼去咧过。但是伫迄个时阵，伫民国七十几年迄个时间，会当讲较早咧做罗盘、做七头囡仔的时阵，迄阵的观念。顶元下斗大个交代是，佚佗是介清气，袂去北地游啊之类。因为思想会甲咱教着讲，食着药个人无完整，茫去食着药啊。当若食着药啊，伊就要予你离开这个环境，伊无可能阁予你伫这个环境个当中。所以迄阵对药啊、对毒品即块非常个起劲。迄阵嘛会当讲啊。做七个人是做了足清气，伊袂去北调迄药啊，袂去讲非非三做，咧做诶代志啊是钱财是拢不义诶，但是袂去啊安尼慢慢过。啊呀，因为伫加上迄个环境，含较早迄个社会迄个环境安尼去古来。至少感觉，我会感觉讲，啊，我嘛希望讲，我会当，莫让我的下一代有这个破碎的家庭去成长。但是迄阵啊，就嘛是早早就结婚啦。当结婚后，咱就感觉讲啊，结婚后可能是王子甲公主过着迄个水的生活啊，袂过来啊。啊，我家己婚姻经营好，啊，我无可能是我的时代人安尼离婚。啊，来去予细囝无才调，去迄个面去面对迄个社会迄个环境，想的拢足水。啊，也伫民国九十年，我拄呾伫湖内要来的时候，甲共我太太团长，讲伫十七年前的今仔日，也是民国九十年五月节的正正日子。十七年前的今仔日，我的生妹烧火炭自杀，我的生妹烧火炭自杀。迄个时阵，我就是家长嘛，也毋捌，其实对基督教这个信仰完全那个无熟悉。我的生妹自杀了，世俗拢有做这个鬼情、鬼情、鬼情。也伫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阵，我哩做甲阮小妹做七七四十九。啊，我跟阮兄哥、阮姐夫伫九楼坐电梯，摕金纸买烧，电梯还袂到一楼，砰一声。我老爸，伊对九楼会跳落来，死另外。在九十年
遐是我人生上上黑暗迄个时段。钱卡伊个安坦好，但是当失丧迄个亲人迄个当中，你无法度通去找到三岁个慰藉个瓦壳。彼时阿常常听到我阿叔讲，我阿哥三四点就拢走来听。阮阿嫂嘛是惊阮兄哥去跳，也时常打电话甲阮兄哥关心。我从我住伫台中，我的前母的小弟，伊就看我迄段时间的经过，伊拄仔举一支烟，半支，伊阿讲，这话你忘唔掉。我嘛知影迄支是。四号也系喎，我嘛知，我嘛知是冬天，但是我就是咁做嘅，因为我找无所在通去去咧挖去，我只好咧把把住我靠着毒品去咧把住，靠着毒品去咧把住，两只咧，以后我忘掉，结果一件掉，一间厝也未，也一开始，行过迄个上坡啊。迄个日子，较早咧做农活咧看，感觉是士气高昂，秘密是清气的。但是当变着药啊，迄阵变咧看，人是规个拢淡子。刚才啊，药啊恐怖，迄阵坐袂到台，忙去变着药啊，变着药的人无关系。家己迄阵亲身知影。去予这个毒品捆绑着，迄个艰苦。你食药人的悲哀是啥？含一点仔关节都无。也地教，我的亲戚，我的兄哥，我的兄弟，我的朋友五十，大家都记得。这客，这五千客，你连敢忙过来？伊嘛知你要欠钱，要去买药，才客伊慢过来。你人的尊严完全无。当你药啊用好，拍落的时阵，你家己嘛使，神啊，你着爱归家下落。也曾经捌想要做厨师，但是都做袂死，感谢上帝怜悯，予我重新，也伫迄阵。我即阵在回想起来，我感谢上帝，予我行过无社会这条路，予我行过食药这条路。我今日去会当去恁教授恁，从着我家己本身的经过来分享，予遐兄弟去看去，活我上帝的见证。也伫迄时阵去予伊拉分白条的迄、那个艰苦，甲民兵讲，是安怎？我袂当吃，恁无食药啊？安尼，迄个生活，毋是心无想要改，但是都无法度。我常常伫甘肃咧见证咧讲的，人拢会找理由去咧犯罪，人拢会找理由去咧逃避。我拄仔所分享的，啊，伫国校因为家庭的无论地教我爱做无。是安怎？我行过，我行这袂做。等我较侪年去食着药啊，是安怎？我行过，我行这伊毋去食着药啊。所以我常常在甲内底兄弟分享，是因为咱人第一纯正到伊犯罪。当咱毋捌这个上帝的时阵，咱毋知影咧做啥。但是当捌咱一当当捌这个上帝的时阵，咱的十诫内底就讲，咱忘去人生去讲唔对的话。你讲白贼，嘛等于讲啊，我因为我今日我想要做歹，我去讲白贼。所以啊，伫我做个上帝，我行过讲啊，这个经历我会当。啊，回头啊，来去帮助，
啊，我遮的兄弟。啊，也因为啊，伫98年有一抓啊，伫在家的时间去接受着这个信仰。迄阵啊，安平林良堂啊，这个传道即阵是陈学明牧师，也是到明年感受的教化的时阵，伫短短这个5分钟，甲比较受欢迎见面这短短5分钟。啊，为阮受用人啊来个先加先拿的，伫迄个时阵，我大大去予迄个信心去感动。甲你感受，感觉伫咱世界上无安的所在，有啥人愿意想要行迄个感受？无人要行迄愿意，正常人无人愿意行迄个感受。我的身份阁是伫江苏的受命的，一个传道者文质彬彬，去伫遐搬起规个，为你来咧洗脚，为你来咧行洗脚。当伊咧我行洗脚咧时阵，我心内甲伊问家己一句话：，敢无你是咧教弄啥？敢无你是咧教弄啥？伊一个人有法度安尼来到这里讲耶稣、讲上帝，佮阿家为着接受了灵的洗礼，无当你伫骄傲。我家己甲家己讲，较早迄个惯性就是讲，我要创啥，我就是要创啥，我想要爱啥就是要爱啥。但是顶款无法度，顶款无法度的时阵，佮有人安尼愿意未来伫为咱行这个世界，教我学习着迄个行。也是第一道啊，去予这个信仰去感动的。因为当初时啊，我是各有教班，因缘际会关系，因为有教班的人加出来，特别的爱票三去基督班，我伫迄三个其中一个，我票去基督班。我相信讲，这是上帝的意思。伫迄个开始，伫迄个三人加三人开始。对上帝的意思开始，家己基督班去领受着一个传道人为阮行世界的迄个感动。我再一次一道的宴会，含阮上司，含阮教阮是精神人的身份，伊阁回头倒来经过兄弟。迄个时阵，伊在伫阮迄个小组，当牧师为学员咧祝祷抒情。在行的时阵，伊在伫阮伫做小组，伊甲我闹，我目屎滴滴多，我毋知咧流安怎，我安怎亲着七个刀，七个刀，七个刀，但是毋是艰苦的刀，是欢喜的刀。即时佮知影讲，这就是信心大大的充分。我还知影讲，伫迄个时阵是有信心。去甲我偷放，去甲我洗除我心内自细汉较早所背叛的、所埋怨的、所怨恨的，含所伤着的信心安尼，做一道甲我行开。感谢上帝，我知影有这个上帝。当我明白有这个上帝的时阵，我阁袂晓保持，因为当初是过伫灵教班、过伫基督班，是抱着糟蹋传道人的心态。我一个细汉伫民间信仰大汉，过伫北加州，曾经我伫屏东咧看伊咧服刑的时阵，嘛捌落海涛开始过，毋知是上山下海的款，上山下海，还是啥物都无。你较有可能会去伫基督班，所以伫去伫基督班的时阵，是拢找经济来去找他牧师。这个教你要叫我怎信？你去叫这个所在人每个人，我规个要面条，惊死人了！这个教我要怎信？教我要怕的啦！啊，我
无嘛，还佫有机会互我改改。啊，若唔听，我若唔改，你就要变调。这个教我无爱信，就找这个教去咧找他读书。我记载你马太福音啊，34章啊记载，我来是要地面上动刀动手的。这我袂信，我信基督，我来台湾是多人，这个我还认识。我找这种种来咧找他讲教读书，这个教我信。所以你两处你也是有迄个信心的同在，迄个稳定，甲豆豆啊，迄个心态豆豆啊改变，甲变变讲真正有正常。但是嘛无定着，我伫关在关的时阵，啊，也因为违反着内底。重大诶违规，被告送倒来伫台南。我当咧服刑诶时阵，啊，若小巴是算讲啊，算一般诶违规，我算重大诶违规。我咧服刑诶时阵，啊，搁透过外口诶人，透过我诶妈妈，替我找物件，替我找书去来监所，违禁品走来监所。家己啊，做不法的代志，来因为安尼地教我吼，搁送倒来云堆社，啊送倒来伫山上，把送倒来伫大潭，伫山上送倒来伫大潭，也伫迄阵，伫隔离社两个月，搁咱迄本新约，迄本圣经，新约含箴言诗篇，迄本圣经归还。啊！伫这两个月当中，也是我一生中看上一圣经的时阵。伫这两个月，我深深相信，真正只有上帝，独独就会只有只有上帝会当真做我的救主，会当改变我，只要我肯伊会当改变。也伫隔离时出来，当伫我迄个教区，当伫教基督班。我一个就举手，我要参加基督派。但礼拜时都庆祝，迄个拜时我会当敬拜上帝。迄个拜时会当唱诗，我敬拜上帝。含人含基督班遐个老师含同学来分享上帝。做感谢上帝，遐个遐开课个老师嘛是依然是山上遐开课个老师。当大家彼此拢熟悉，我感觉较早伫遐好个环境，逐天8点钟就拢在用信用在交换，我袂去珍惜。较会转来日本同遮一礼拜甲一到2点钟个交换，是安怎我较会遐尼幸福？即我常常在问教所个兄弟，当咱失去一项你感觉近于贵重个物，咱心态是会感觉唔甘。当下你甲你唔甘这物件，互你找着的时阵，咱是咪特别的珍惜？我常常甲我这兄弟讲，我就是安尼。我伫山上未好好珍惜着这个信用，地高失去啊！但是等下到本教，我搁捡着这个信用，你给我讲个事，我就唔忘办。这个信用哪里好，我才会捡。也伫啊，迄段时间亲身认捌这个上帝。也伫98年6月20日，等下到社会，当迄天6月20日要等下，迄天有一个大大个。啊，冲突就是因为98年6月20日，啊，咱中华民国一个宪法，伊是违法的。你有犯着6个月以下的案件，你袂当，你伊爱甲你办，伊爱甲你释放，若无就是你家己爱签同意书继续开落来。我的案件内底，我身躯内底都有两件一条妨害公务跟妨害罪。伫迄个时阵，啊，我来咧询问讲啊，几号几号你得要会当等于，你若要等于。在拍倒去，
迄也是我第一次领受着上帝真正对我讲话的时阵。伫六月二十，我选择要回去，我会回去的时阵，我甲上帝讲：，若较早我唔捌这个信仰的时阵，我相信讲我袂去问上帝。即阵今仔日十点十分要放我回去，我十点十分要回去，我袂去问，我袂去考虑的，我一定马上选择。但是当迄阵我捌这个上帝的时阵，我上帝。啊，若是你的意思，我就回去；若出于我的意思，我唔爱回去。在六月二十，讲我感情记载的经章，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你要向左或向右，你要行正面，也要行倒面，后面有一个声要甲你讲，这条路，这条是正路，你就通行。也是我咧祈祷的时阵，上帝给我的经章。我要选择要正面，要回去，要倒面，我都会回去。我也想着讲，今仔日若是你的意思，当我咧祈祷的时阵，我是平安的。我袂因为讲，当我咧祈祷的时阵，我有这个意念讲，啊，我若回去，当时要要来一年，我到够遐钱，我还紧。若有这个意念，我相信讲这是我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当我为着这项事咧祈祷，你是我平安，拢无这个挂虑的，我相信讲这是上帝。也伫六月二二迄天，我释放出来。伫六月二二释放出来，啊，我也伫咱台南中会，啊，伫八月初二伫咱台南中会对应张了教会，我伫遐正做上帝的囝。感谢上帝，伊的怜悯予我搁活。但是转来迄时阵，迄阵也拄啊九十八年的金融风暴，啊，有较困难。啊，要靠着家己来生活，啊，这段时间有较困难，啊，也一天八百的薪水安尼在做，在做，佫无法度人要收了钱。伫第三间，啊，你祈祷祈祷，第三间佮就一间，佮稳定的工作，但是水的事无定着，会遐尼遐久。伫八月，伫第三间的公司。领清白，安尼开始先开始咧工作顺序啊。伫九月初日接到一名指挥所，我伫九月二十日我爱来一名。伫这两条啊，妨碍自由跟不伤害跟妨碍公务这两条案件，我爱来一名。若无一名，我势必我就是爱客钱来还掉，用钱去关。当年九十年，嘛当年九十。当地八月九月初接到一名指挥所的时阵，啊，所担忧的是我的老母，是我的老母，伊会讲啊，你得过到安尼啊，得过到遐尼啊平顺啊，是安尼，你搁要转去，关迄个八个月，搁要转来，搁要对头开始啦。妈妈嘛，甲我讲讲，啊，无你着找，甲恁袂使讲啊，先起来啦。我讲无来，我讲我有我的想。我的上帝，伊若伫遐甲我救出，伊免阁我等。但是，当伊若甲我等两年的时阵，我是顺头的，因为这罪是我家己犯的，无任何人替我犯。这也是我家己明白讲，我是家己的性命，先我来改变。较早的麦天各地，但是当捌这个信仰的时候，我知影这个罪是我家己。无人，无任何人会当替我去担当，替我替我来担当。也因为伫迄个时间，我也是感觉迄个心情安尼在过，是喜乐心情，但是担忧还反地教是我的妈妈。我妈妈常常甲我讲：“你心甲破呀，你心气都心甲破。”你常常我拢会甲我有我的上帝。这句话挂在我嘴。在伫九月二十日透早十点外时阵，我的妈妈向我打电话讲：“你较后恁锻炼者，迄阵我回来拢有工，内底的志工结连条。啊，即阵这个锻炼者也是咱东方教会这个科技师，科锻炼科技师嘛是咱台南健身团体的委员。”你刚才在外口啊
我就甲报告，我讲啊，当然这，因为迄阵伊是因带我的啊，阮的小姓家族的家庭，我就照实甲讲讲，我今仔日无要买你一瓶啊。啊，时间未解久，但是我若比你，我就一定有咱会祈祷上帝，我会伫基督班内底。当我甲讲了，伊甲我讲，因着恁妈妈的电话给我，我就甲我妈妈的电话给伊。我妈妈，我当我电话挂掉无五分钟，我妈妈打电话给我，你打电话恁大娘姐。当我电话接起来，我听到那边的声音，我讲：“恁叫你来，你来我的厝，你给这条钱什么反应？”我目屎流了，伊感觉无钱无食，是哪伊遐疼，是哪伊对我遐好，是哪伊对一个经好。受刑期，即阵是精神病的身份，伊愿意安尼来听，愿意安尼来包容我。当电话挂了，我使一切，随靠我妈妈。是你家观念在借钱吗？伊讲无无。恁观念在当问，讲恁回来前几个月，你有改变？妈妈嘛照实安尼来讲。也因为当恁这当恁丢了安尼，甲我斗三工，我迄阵就第一条的目睭，伊嘛替我去备办一个互助会，佮替我写一张会，佮替我借一张会啊，互我打着第二张的目睭，第三张的目睭，佮安尼。感谢上帝，我相信讲到落尾，我捌问当恁这讲，谁人要甲我斗三工？以后伊嘛唔知上帝。伊上帝甲感动，迄天叫伊来敲电话。所以讲，当我去伫基督班、伫佛教班了以后，我相信讲，迄个时阵是上帝一直伫我生命当中一直咧替我咧一直咧甲我塑造，我要怎做，伊爱我去做，啊，的一个启示。那感谢上帝啊！伫我98年。才会官司，才会刑法处理完了。我住回来了，就拢稳定伫教会咧聚会。啊，也因为伫大湖教会，伫高雄大湖教会固定咧聚会。也伫99年的感恩节，啊，我的牧师啊，陈崇辉啊，伊讲恁做恁起来见证，恁起来见证上帝的生命，伫这個感恩节一夜大大。见证上帝在你身上所做之事。啊，在迄个时阵，我一个查甫人带两个细囝，啊，做着努力的工作，但是是平安的。啊，在迄阵拢稳定伫教会的当中，啊，伫聚会，啊，会当做的代志，我都去做。我感觉上帝对我尔好，我会当用啥话去回报上帝，我唔知。但是会当做的，我就捡起来做。啊！我伫教会啊，见证我也伫99年感恩节迄逝见证，我亲身对我的老母献上迄个感谢甲感恩。那是因为嘛是我的老母安尼，伊个无愿放弃，因为妈妈伊会感觉讲，伊自细汉甘。老爸离婚了做成就，啊，伊对我的亏欠，啊，安尼不时的弥补。也伫迄阵，我甲伫台仔店甲妈妈对视咧，我阿妈讲，伊去甲我看，较早我袂捌这个信仰时，伊去甲我，我咧管伊去遐看，我感觉是应该。我咧管，你也一定爱来甲我看，因为是伊安尼造成我安尼。拢一直在过，伊嘛抱着亏欠的心，一直在弥补我。从99年见证，我甲深深心内安尼甲回事的。伊来甲我看无应该，伊来甲我看我
我的感谢。也伫迄撮的见证，啊，上帝也明白，啊，我的姊妹伫迄撮的见证会当中，啊，我甲上帝讨，啊，一个查甫人要带两个囡仔，无圣经嘛记载，得来面对。啊，上帝也伫四当中明白这位姊妹，啊，甲我共同啊组成这个家庭。也伫更新加入这个时间的当中，我足感谢我的姊妹啊，安尼在陪伴啊，在陪伴我的同侪啊，四界啊，在见证上帝这个心啊。我相信讲，上帝在我的身躯顶，伊有法度安尼来拯救，伊有法度有安尼来怜悯。我相信。不管啊，咱兄弟姊妹走在啥物心情来到圣殿敬拜上帝的时，我相信讲，只要咱要将着咱的苦楚、咱的苦痛交托给上帝，当你手举起来的时阵，迄个时阵，这个救恩、这个恩典、这个救赎就临到。我相信讲啊，伫恁今日听到啊，因着啊，这里不堪。上帝佫愿意佫来怜悯，愿意佫来拯救，这稳定，我相信恁就得得着。我相信咱正兄弟姊妹依然拢会得得着。啊，感谢上帝，予我经过哩啊，拜五食药啊，食药，予我经过，即是我才会当啊，伫感受啊，真侪感受兄弟。一个足大的一个福音，在我的身躯顶去看到上帝安怎去拯救一个较早甲面一模一样的兄弟，只要愿意，上帝就有法度啊来担心，做来看头，做来祈祷。家人，里面阿爸爸上帝，感谢有了你，感谢你啊的拯救，我今日啊再一次运用着拜上帝你的救赎。也感谢拜上帝啊！你啊，会塑造木匠鱼真正伫你个头前来咧泡澡，无咧惊，无咧乱啊！也恳求拜上帝，你大大来祝福因在教会啊，牧师啊，忠诚啊，因手所做一切个事工。也恳求拜上帝，你大大来祝福，着遮个兄弟，不管因个心情是喜乐也是忧伤，只要因手肯伸出来，我相信讲你个。稳定依然被领到伫因的心处顶，今日献上我的感谢好了，啊，将着所有的恩光拢归伫至高拜上帝，愿你平安喜乐的灵降临伫这个心所，愿咱的人生祈祷是靠主圣名。